健康观念大考验，这些答案你知道吗？脚受伤避免感染该如何包扎呢？擦伤的话应该要先用生理食盐水吧。粘起来，一定缠得很难看。你们觉得怎样可以吗？护肤药物或清洁剂的时候，应该要怎么处理？请作答。观众朋友可以在电视机前面可以想想看，这样讲对吗？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